妹妈妈她是那个教电子琴的老师，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教琴，所以你的歌声是遗传到妈妈。嗯，妈妈声音比较粗。那个装扮我更用啊，用扮 O L 型哈，哎对，主播嘛，哎主，我主主角，主嘛给你，主播。三哥。脑捏大力腿，脑捏胸下来。来，平时大家好啊！经过魔王 PK 赛以后呢，哎呀，礼拜要进入那七强的比赛了。好，而且八强啊，八强，八强啊，八强嘿，而且七杀。方言看过有九杀，参赛朋友流行歌曲组呢，九杀要变。哇！哎呦，而且每个人都很厉害耶！是啊，是啊，加油！来，安尼今日比赛的介绍品这几张，一个是先生，起这边先生，起这边先生，六个李先生，个礼拜有唱的阿公。啊，北强嘛吼，你要决定北强吼，你个题目简单吼。北强，北强，听起来有点像北强，北强啊，北强。因为哦，你要过来，你要说青春要给听他个，那用用完，都生死对咩？都听闻一些新进嘛，哈。所以你要亲爱亲生意，这个吼，听做唔得出错，接破啦、饮醉啦，这条哈，还有青春要一本他个就影响。所以唱国家，我先注意，要用人表现的这个老平的毛腔啊，特质，好嘛？好，加油加油！好，子谢，子谢，好，从这个特色表现出来了哈。来，有请 TV 蔡贤业带来 piano 啊 ，piano 哦，钢琴呐，piano 来弹来 piano。Oh
哎，仙姐你好。哎，罗哥好。嗯，你好你好。你很少穿高跟鞋对不对？对。哦，难怪你刚刚一转过来就走。我们点头。制造效果。哎，你穿。制造效果。哎，你还会有这个梗哦，不错呢。哎，唐公亚叔各位是。Piano 会想到写给妈妈的歌哦，你写给妈妈的，是这个是那个教你的林玉婷老师，因为妈妈她是那个教电子琴的老师，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教琴，对，哦，以前那个教又他背个东西吗？两手哦，双脚并用哎，对，手脚并用了，你们双脚啊，哦，哎，小时候我看那个老师弹那个手风琴有没有那个？那个风琴啊，脚还要踩，我觉得好厉害哦。对，很厉害，嗯，但我不会。你不会，我好多啊。那从小就在妈妈旁边，妈妈弹你唱吗？嗯，很小的时候，因为她后来就是家里有做生意，都在做生意。嗯，对。然后大概是十七八岁开始教琴，然后教到二十出头，生下我的时候就。所以你的歌声是遗传到妈妈？嗯，妈妈声音比较粗。跟你的拔根一样，妈妈可能骂你们骂到猪了，嗯，应该是对，所以嗓门很大，妈妈的声音比较粗，遗传到妈妈的好喉咙啊，谢谢，来来来，安内的唐先生公平，哎，谢谢啊，我给你的分数其实不错，因为对你来讲，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冲口。蛮挑战的啊，这个歌它是比较特别，因为它的拍子少。俺刚哥是讲，一开始的时候俺就刚哥讲，哎，你大致上都做得好，有一点就 C C K 世界这个东西它是跳跃的。那是够嘿，哦，像你按出错的呀，啊，头前冲高，你呢身体语言是按会加，就你就知道一个重一个轻，一个重一个轻一个重啊。给 C C K 世界，然后还有咬字像世界。什么这种东西，它是应该是切断的，这是小地方啦。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种到现在这么重要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想这个时候，你要特别二声音，你从国歌要尽量把整个歌的特色表现出来。你圣德利亚属国位，那重点就在那个地方，就在你那个律动，身体要往蹲啊，然后歌声不你干不够，哎，这个歌跳听起来就想跳舞的感觉啊，你是。感觉哎，唐一乐是某啦，不过在整体的歌曲表现里面哦，基本功做都还不错，所以分数还不错。不过希望你继续加油，哎，好，好好好，分数还不错，就叶老师给你的分数还不错，其他老师还很低哦，哦，来，快点，猜选叶的分数。其他还不错，就只有这位老师给的不好。请回座休息，稍安静。好了，稍好了。王一涵，等了一下。好了，唱歌了。困一生。
好听哦、喔嗯！对呀、啊，我好喜欢他。有没有谢宇威老师的歌？以前其实有听过现场的。嗯，有一次有不现场唱歌，宇威现场哦，现场唱歌。明白。嗯，有一次刚好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跟老师同一个舞台哦、嗯，一起冲歌这样。嗯嗯。哦，听他冲歌哎，听他冲歌。哇，那这个都很懂太荣幸哦。对，安佛爷，东方爷，我第一次碰到谢宇威老师，我说：“哎呦，哇，怎么一个人长得跟钟馗一样呢？”哇，嗯，然后会跳吗？对，长得像钟馗，哎，看到每一个人，大家又很客气，所以每一次看到他第一次这样，对，第一次，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人，哇，没想到。现场一唱歌，然后，哇，这个穿透力这么的强烈，然后，对对对，你会被他吸引住，然后再拿到他的 CD， 然后每一首这样慢慢的聆听，哇，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对，他真的很特别。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卧虎在一个长椅那边那样卧着，然后听我们在那边彩排。哎呦，对啊。然后说哇，朱海俊真不错。他画画也画得很棒。对啊，是啊，很特别的一个人。太厉害了。但是就是长得没有人家很有特色啊，对，让人家印象深刻。对呀，对呀。哎，好了，那请老师的公平。来，这位老师，雨涵，今天来听你唱歌，你第一句你就感动我了，夸你一傻给傻。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在第一句的尾音处理的这么好，因为你会让我想要听你继续唱下去。我要懂得唱，所以咋讲？雨涵为什么他可以一路一直很高分到这边？虽然讲佮懂紧张，不过佮看起来，佮他身体啊，佮他声音啊，佮他态度，还懂轻松。我觉得放松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松，你才可以把你的声线好好的表现，你才可以不会因为紧张，然后就是肌肉嘛，你这样不会唱歌弹起来懂硬。我觉得我今天我愿意给你很高很高的分数，比阿宽分数出底。哇，好啊好啊，然后我们来期待，赶快看一下，给个分数一个哎。哎，王一涵的分数。哇哇哇！真的不能再高了。就这个分数了，最高了，对，恭喜耶，96分，好棒哦，加油加油，那我们胜不骄败不馁啊，对，恭喜你哦，什么，哇，分数真的太好了，谢谢，好，回座休息，好了，杀了，你比人单的用风之前好，来，等我来。做一个浪荡天涯，天台地台满爱为何爱不可，阵阵风沙爱梦出荡荡，你的乌拉拉凝在爱中一朵花，岁月呀天有过有啊，岁月呀，风又大又冷，岁月呀，痛都撇洒，爱我呀，爱爱勇往直前行，爱爱勇往直前行，比过去愿意散荡，跨越远航，爱爱勇往直前行。用你拥抱的前行，迎接你起起落落，愿我呀，爱爱拥抱的前行，爱爱拥抱的前行，一个足，两个三档，多边缘啊，风
人行，人生的一路路，咱不会行。哇哦！哎呀，伟伦啊，哇，你还有在招哦？哎呀，还有舞蹈的一面呢。还有在招哎，怕不早一点跳没得跳了。今天哦，浑身解数全部拿出来了。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招。他很谢谢他的战友雨涵。哎呦，真的。对，他在练歌的时候，雨涵都帮他打节奏，对，让他稳定。嗯，莫拉住。其实像现要用梦车前行，就是觉得其实一直以来过程中，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很会唱歌，但是就是说，其实评审老师给你的奖品啊等等的，就觉得说，哎，其实是不是还是有点鼓励的作用？然后特别是还有像一起比赛的这种朋友啊，像雨涵，就是我们之前在对 key， 对完之后怎么样都抓不到，然后最后雨涵就很像那种超人女超人，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抓。行侠仗义是不是？对啊，就是其实很感谢，就是雨涵特别热心啊，你哎呀，这抓那个拍子抓不到，阿赖我帮你。对，哇，每个人都请他之爱哈，真的很好。所以每个人要彩排的时候，雨涵都要坐在那边看呢。嗯，真的没有，因为雨涵要付他钟点费。是哦。对啊，只有选张图。一个小时下多少？哦，没有，雨涵也知道了，就是说，哎，我没关系，我指点你，我帮你教好，你的分数也赢不过我，所以你看。不是这样哈，没有，还是有点害怕。来，哪一位老师的贡品？那位是慧老师。好嘞，好，伟伦，基本来讲，牙肢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只是说在这首歌里面的巴萨，你应该再让自己过了本期加油，过卡多 relax， 好卡多 relax 啊，就还不用那么麻怂。啊，唔得去跳松呀，木马松，我感觉不到你那个松感在哪里哈，所以，但是它还是有律动的，因为它律动在二四拍，所以你要一二三四，你自己慢慢去感觉。啊，不过你屁股给转掉的时候，你开始应该要有一个 rock 的感觉，可是我发现你并没有加重啊，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加重，它应该要有的节奏感觉，所以牙东西会偏给，所以你最后用舞蹈去补就太可惜。我还想说，你是不是在那边就好像应该要把舞蹈放在你这一块里面，用蒙车前行压个地方，就跟着你唱要唱歌的那个力道一起来了。这样你要拿高分，我相信你要冲过雨涵的分数应该不难。可是你并没有做，你把它分开了。如果你可以在训练后段这个部分，把它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你的力道更强。你更有那种段落的区分，啊，你发现看迄个规则就冲宽节目样啊，啊，你一后宽啊，你嗓音又很不错，对，那是不是搭在一起就很完美了？如果你认为雨涵是你的战友，我知你要今天要冲过雨涵都很简单 ，OK，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可以朝向这种方法，安子 C， 好，选择选得很好，好，安子 C， 好，那分数会怎么样呢？哎，来看能不能超越啊，那雨涵哈。哎，来看 Livio 的分数。一生太久，来见思念。怎么了？很紧张。很紧张，唱还会抖吗？我的手在发抖。啊，你的手在发抖。哇，唱了又让这位老师又要哭了，对呀，我也快哭了，真的吗？冷冻库的肉粽。李维伦的粉书。哇，差一点呢，差五点，没一点，蛮大点的。好了，加油，91分应该没有问题哈。好，加油加油，好，再别当红草，好，来撒哈来。中号一带的加妹子。好嘞，听完了。
一生太久来见思念，加牛木街后面山，山都已经谁会知，等到妹子十八岁，又有门道又副对耶，八十顺过先改日子来相知，假妹子的阿妹不舍得，从死土带到黑的一树一个带都秋林的爱好使用者啊，怎么了？很紧张，很紧张，唱还会抖吗？我的手在发抖。啊，你的手在发抖。有嘛好紧张？那必然都败啊。对呀，而且耶稣狗诶，冲本妹妹堂诶呀。妹妹啊，妹妹嫁到法国吗？没有，妹妹去法国读书。哦，留法。哇，法国非常浪漫的地方哦。对呀 ，Bonjour。会去找他吗？我没有空。就是爸爸妈妈。那他什么多久回来一次？他只去一年而已，就是交换学生。没有没有，还在。法国要去？真的吗？法国很多天体营。哦。你一打，你 Google 一打天体营，啪啪啪啪，全部都是法国。哇，哪里？那个是小马比较有兴趣。啊，是啊。嗯。小马现在要存钱，存的就是要去法国的天体营。真的，听说很好，我是没去过啦，我听一个朋友，对，只要他去，他人生就无憾。好了好了，来，唱完了。国立老师，秋天的国外是一个当好唔错的发展的方向嘛哈，我做经营冇唔错哈，我一直建议越来越肯定人家表现了哈，你知道你今天把四位老师唱输了吗？你有没有发现到？我太紧张，我的手还在抖。他是被你的歌感动到，我也被你的歌感动到。秋林的歌曲，我之前就讲过，他的歌非常客家，非常有感情的，非常具有客家感情的那个一个创作者。但是那时候你从外国引进个咪头，引进个诠释个方向，虽然讲还有很多细节部分你并没有拿捏的那么好，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多加练习，我相信耶稣国人在那时间没请求，他是说耶稣国人花更多时间，包括以后你从秋天的国外时间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他。今天很可惜，就有几句的音准都跑掉了，尤其最明显的就是最后面那两句歌词的音尾音都跑掉了，跑得偏得蛮严重的，也还是较大声的说声。但是就那个情况来讲，你对创意类型的歌曲，你要适度的沙哑的声音来诠释这种歌是很棒的。然后你去给他想法创作去，就能够感动人。记住这个方向，继续加油，好，谢谢。好，安子姐，好了，好，两个粉丝，总好也粉丝。谢谢好，谢谢你，安子姐，安哥，来回坐休息。好嘞，哇，哎呀，沙下来，哇，壮观来了，耶，用玉棍带来清香，来，弹关啦。
前一个让你恐吓，一句鼓励三生命，一丝寒光，真正的好吧，你用点点光发，耐心应该的平庸给了问题，你讲根本已决定很多压力，来年撒穷下梦花穷花，太阳撒红的花，总的滚来满山的雨桐花，将无知的落花红红你好，你好，你好！很开心看到你耶。我长官，因为我想唱那条歌。因为亚树国诶，他特别好，因为罗文玉先生他其实写了米农一个对，阿银有两个对文学家钟离和跟他的布纽中台妹的故事。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在文玉的歌里面比较少被唱到，可是它是一个很美的歌。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也是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可能会有因为懂得演绎哈，其实有一些婚姻的束缚，或是一些传统的礼教的关系，我们会觉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观念会改变。他已经没有那么多忌讳。对，重点其实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是，对。很有能够透过这首歌让大家感受得到啦。如果哎呀，这第几个年代哈，钟老师那个年代，同性要结婚这个不很易难哦。对啊，尤其是他的长辈啊，父母亲第一个就是会反对的。对呀，对不对？你们同性可能生出来的小孩会有什么一些？对对，早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遗传学上的这种顾忌，可是因为说实在话，因为其实后来大家其实应该说。随着大家的结婚，其实血缘后来其实越趋复杂之后，其实没有那么的严重嘛。对啊，我觉得还 OK 啦。有一些同性的生出来的孩子也是很棒啊，聪明更聪明的啦。好啦，来我们看一下叶老师。哎，叶哥啊，我今天非常欣赏哈你今天唱歌的方式，徐彦公都是公公。整个从唱歌的基本角度来讲，你可是噶，就因为你真的很紧张，调摩天前奏开始去心里头慢慢的唱，所以一开始的开口共鸣就已经位置不对了，音就不是很准。不过爱往你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哈，所以爱对你根本冲国情肯定的原因，是因为你跟今天在讲的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很凄惨的故事，让我想到。我去百老汇看到《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的时候，主唱者他不需要唱得很好，他就是在讲个故事。如果在讲这个故事很凄惨的时候，然后你字正腔圆把这整个歌唱到非常完美，
就报销了。嗯，所以它是一个来干不干，我看得到一个画面是你想表达的那个画面，跟着画面它是一个很无奈的来用啥穷乡，然后种的穷哈这个感觉，所以在你的表达的某些地方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说你已经真的很卖力，而且是在讲唐也出了工，有些地方你也不刻意去把它修饰了，就是哇放出去了，反正我刚才新听众你今天来参加这个比赛了，不管你到第几关了，好，谢谢谢谢叶老师，来了看一下长官的分数，有没有看的分数？哇，哎呦，你还不错啊，泽威老师，你给22分。没有罗国立老师，那我就放弃了。你给22分，没，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真跟吃豆讲，礼拜大三，我每一个真我都很喜欢。然后，因为刚刚我不得不说，就是我跟玉坤也是认识的。嗯嗯嗯，你看嘛，我一开始他前面两句，哇，他每一句都画哎。对啊，就是我还会吃豆讲，不堪入目。只有你来讲，照理来说。以我对你的认识，你从一开始海选到现在，我觉得今天不是你的实力啊，我觉得你今天状况没有很好，你底下 MV 其他线数表现的当后一管黑暗影白，我不知道你心里头有什么压力，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唱歌已经不像我一开始看到你在舞台上很放松，还是我们都不要叫你长官。我发现他今天是太松了。对，没有，我觉得他是吗？没有，他今天太紧张了。紧张啊！他太紧，他前面两句他音准就已经跑掉了。哦，然后。因为廖叔国语 range 很宽，他后面很高，他前面他很想要唱准，所以他后面不用哈那个地方又冲的太多了。我觉得你心意到了，但是在技术上面，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很高分，对不起，对不起。没没 ，OK OK， 好，那91分其实还是有保住的机会啦。对，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位没有唱，还有4位嘛哈，4位哦，哎对，这个后面4位你就要保佑他们。分数比你低一点，可是后面4位是很强的。对呀，好吧，那就听天由命了。对，好吧 ，OK， 好吧。西蒙太卡，西蒙，谢谢，谢谢，来，喝口休息。好嘞，撒哈嘞。Levin 主带来永远。来，等我来。天，不爱骗你。
洛哥好，海君姐好。哎呀，你好，你好，哎，很善意之光。哎，这种类型的歌哦，都是你最擅长的哈。对呀、啊，哇，唱了又让这位老师又要哭了。对呀、啊，我也快哭了。真的吗？忍痛哭的肉粽。你这条歌的天不慢你呢？嗯，天上的阿婆。阿婆、啊嗯，哦，对呀、啊，那条歌本来就会下本阿婆哎。对。唱这首歌刚刚好。唱首歌，哇，我练得很辛苦。嗯，对，因为每一次在练的时候，就是到副歌就会想到婆啊婆这样子。嗯对啊，为什么这首歌到了副歌，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过得了，无法自我哈。对，嗯，所有澎湃的情绪都是在那一段，是不是？是，这位老师，哎，啊，哇，你好会写啊！没有，嗯，写了这么感动的歌曲。我知道你在刚对 key 的时候就在盯住了，对，我可以感受。可是当一个很成功的歌手，我其实也还在学习。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不要让你的情绪太满跟不够。金不念，我觉得你不够，不够原因有很多，譬如说是不是 key 你定得太低了。我觉得依你对你的实力，文竹我在上几季，我觉得你的实力在后面副歌的时间也应该更澎湃，应该要更有张力了。可是我知道你很坚，你那个副歌没有办法发挥，你一直卡在这边啊，可能你发嗓的关系，又讲你想要坚住，所以你的音都一直在这里。我没有感受到你对阿婆更多的思念跟爱，这是我觉得在这首歌里很可惜的地方。其他依靠啦，你就是顺顺的冲，我觉得你也是自由身之一。我觉得这歌对你来讲，我其实不担心，只是说你在低调高 Q 底部度用班聋哑情绪传播阿婆传播，哎，你太敢低讲，我对阿婆的思念在哪里？她到底是98还是200分？鼓手工，我觉得你可能压住，那我觉得可能是 key 的问题。你这个你以后要注意哦。你冲掉中国位时间，你过于不及都不好，但是你卡在中间更可怕。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就是更多的那个建议。NVIDIA 要控制嘎 hold 住，好吗？但基本上今天的表现我还是很喜欢的。是蒙冲来狗 Q 啊，希望阿婆没有糖豆，谢谢你。好，安子欣，好来看一下两个粉丝啊，来 Levin 就给粉丝。谢谢老师。92分，没问题，没问题。现在还有两个压在你后面，好吧？好，三个，三个。哇，恭喜恭喜啊！好，安子谁会做休息啊？好嘞，撒嘞。果子想带来总会总。对，等我了。四位老师，来，四位老师，职场，我觉得。你玩过回力镖吗？你丢出去的时候，它打回来的时候，那个力道是最大的。你刚最后一句就是有这个感觉，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可以原因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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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威总，哎，是翻哈，董威总，哎呀，董威总，董威总，董威是的，董威总，董威总呢？董威总，中卫装的啊。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就是《第一拜堂》那首《Go Q》，就虽然音乐很简单，可是感觉蛮感动的。嗯嗯，因为你唱起来不简单嘞，很大气啊，对，很大气，对啊，对，很好听。而且他有声音的共鸣，声音又够高亢，所以唱这首歌很好听。对对，秋林的歌嘛，嗯嗯，哇，现在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秋林的，就谢宇威的哈，对，还有文玉的，文玉的。啊，哲伟老师、罗国伟老师、世慧老师的都有，哇，都有人唱到哈。世慧老师来，世慧老师，职场我觉得今天表现得很好，好，谢谢。还当气氛给别人表现，嗯，好，那当然，制作单位是跟我讲说你今天感冒很严重，哦，感冒很严重，难怪有一点点，有一些某一些高音，对，有点上不去了。不过我喜欢你这样，因为一只狗数哎，我们 corner 黑一只狗数的弹性，我还是说哈，就是弹性，你的弹性要非常 range 要大，而唱歌沟通必须要发，一定要弹性非常大，你绝对不能框架在某一个地方，不然的话就变成是什么结果？就是你自己的特色变成乐团要来配合你，那很难。现在是你把你的特色张力拉起来，让你自己跟配合乐团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张力就出来了，发现你的张力就，我喜欢这样子，就是一个歌手应该要有的条件，这是基本条件，所以我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再加油，感冒赶快好，不要影响到下面的赛事。好，希望说因为这首歌对你的歌声来说是真的是天差地别，天差地别，好，你的歌声技巧来讲是天差的，可是你居然可以控制，我喜欢，安子 C， 好，安子 C， 好，老师喜欢，那就看一下分数了，好，我是三个分数，谢谢老师，恭喜，谢谢，没问题，就是四分，到五分，好，加油，好，回家休息，好，来，三下了，一，林玉带来错魔，来，疼了。人天都开个开心人都不够爱尽管都念都爱重复
主持人好，哎呀，条哥也很适合你哈，对啊，很可爱，当然很轻松。他说很有爱的感觉，爱的感觉。你音色也很适合要条哥哥吧？谢谢，真的哈，很好很好。这首歌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分享嘛，就是因为这首歌非常的甜，然后刚好呢，我在前几天应该是上个礼拜，然后刚好有唱到一场婚礼的演出哦，你们也有参加外面表演？对，有，然后排场非常的大，有一百桌，我们的场子都越来越少，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呢，100桌，一百桌，对，然后献祭婚礼哦，县长也亲自到场来祝福，哇，那应该是大家族的哈，对。哦，地方那个名望高的，对，名望家族，是，就是新人的妈妈是代表，苗栗吗？新竹，新竹，对，新竹，连县长都到了，就对。那你在台上呢？婚礼有没有讲好话？有啊，有啊。要讲什么？讲什么好话？忘记了，就是早生贵子啊，幸福美满的，长长久久啦，然后祝福台下的所有的贵宾们啊，都能够什么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什么新郎新牛哈，什么干一杯哈，干一杯是什么年代的？新郎新牛干一杯，干一杯啦，哇，什么好利美尼，什么什么哈，有没有哈？对对，这个之类的。哪位老师要来讲？国立老师来。啊，林毅，刚开始好发哈。好好好，一开始这个试唱的时候，在擂的时候，我一听到你唱前面两句，哇，惊艳了一下。买这种给咪创来说，国会正吃甘蔗，越吃越不甜呐。就你的助国会部分很轻快，包括你的肢体也好，你的声音也好，你的表情各方面都非常到位。我估计可以给你到24分的，可是你进入副歌开始状况连连，有那个音准飘掉的啦，错摸一声声又甜甜，音准飘了，还有掉了两个歌词，第一句的错摸一风风那两个错摸没有唱进来，对不对？然后后面我讲的只是比较明显的地方哦，不用来吉米哈，第二次的吉米哈音准飘了，最后一个后摸草草的结束，这么多的瑕疵。让我真的没办法给你20分，不过我很肯定的是，你给你一个表现，有老亚述国的这种律动，老这种轻轻松的感觉，也要给表现出来。但是你给你做嘛，给我按紧张，从你的声音里面听得出来，你今天非常非常紧张，对不对？为什么？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还是你每一次都很紧张，只是你唱得很好，今天。出错了是这样吗？每一次都很紧张，可是第一次唱轻快，对，比较轻快的歌。他现在手还在抖哎。对啊，对啊。你的声音很甜，你很擅长于表现这一类的歌曲。我相信那边有几份的冲啊亚军的国外，因为有很多可以挑选的空间哈。我知道你那个应该要慎重选歌的一个歌手。当你选对了歌的时候，你的成绩会很好。你要正视这件事情。好，那我今天还是给你一个还算 OK 的分数。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警惕自己，加油，好不好？如果你留下来的话，加油哈，谢谢。好，还算可以的分数。对呀、啊。你看住底了。22、21之类的。看住底，来，看一下两个分数，来。好。还好，还在。好嘎仔，好嘎仔！哦，老师把你救回来了。对，好，加油加油啊！回坐休息，安子说好。嘿，撒下来。有经验带来送心的酒。那谈过了。伤心的酒，容易醉。回想往事，变个心碎。
哇，这个台湾的美空云雀哦，哇！两位好，你看这个，这个哦，你看你都不你摸出来吧，就真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埋没了一个人才。对呀，对呀，太厉害了吧？是哦，你看唱到那个都暴动了，老师们真的就啧啧称奇。怎么会这样呢？抓抓脚，你看，哦，好听的呢。真的，尤其是最后一句。吓死人的漂亮！你唱国语懂厉害嘛？哎，听得懂客语吗？他弹过最厉害嘿，你玩过回力镖吗？你丢出去的时候，他打回来的时候，那个力道是最大的。你刚最后一句就是有这个感觉，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可以原因从。你好厉害，太厉害了！哇，赶快来听一下欣赏的公平。来，叶老师，实在是，哎，真的是很厉害哈。刚刚开始本来想说啊，选这个歌糟糕了，我已经开始在你帮捏一把冷汗。这个他的专长啊，要弄过。是我听你捏一把冷汗，因为那个 Tango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他真的要表现的很突出，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可是。很奇怪，给在这样的小细节里面东西，就是让你觉得说他真的很用心的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在设计，每一个小地方就是把它抓到该抓的东西，都好像我一直在这个地方，我本来这样做的话，一直在挑毛病，挑到这样子啊，没有碰，又要最后那个回力镖又打回来这样，所以挑不到。来做讲了，哎，那个节目吼，其实讲有的，哎你。精神最安稳的，用白的狗尾，用板冲，这样的歌，他就是要这样子唱，就要把这个味道唱出来。你紧紧扭到跟咪西的冲出来，刚好你就是高干高干。哎呦，张恩歌唱比赛除了爱红嘛，哈，就是你选歌要选的合你自己的感觉，然后在表达这个歌的时候，正好冲个狗，经过而冲个冲，哎呦哈，哎呦唱，莫给难莫给。对，很棒，安子姐，安子姐。刚刚小马还说，哎，他很像那个上一季有一个，也是留到最后，庄碧珍啊，庄碧珍哈，庄碧珍也是牙齿爆爆，但很会唱。你对人家的印象就是在那个牙齿爆爆的，就懂会唱啊，就跟你一样啊，但是他是自己歌词忘了带出来。嗯，跟我一样牙齿爆爆的，没有没有没有，你的还好，你比他还好一点。对对对，加油加油。好不好？稳住哦！好，莫不然讲嘛个安老人家哦，来呀比赛流行歌曲，做个比唔赢，还有啥个莫安的事情。他应该没这么想了啊，他没这么想，他没有这么想，所以他一直保留到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跟你比这样。加油！好，好，老宽，谢谢。好，有经验的粉丝。哇！谢谢老师，谢谢。恭喜。加油加油！回做休息啊！好，啊你来了 ！Q V 的参赛朋友哇，有就是衣服呢有三 V 哦，一个蔡贤耶、李维伦、杨玉坤啊，本先生开飞哈。三位，我们今天要举八强哦，那我们啊就请先生来讨论一下了哈。我们休息一下，待会他开始滴哈。那个这装扮我更要啊，用扮 O L 型哈，哎对，主播嘛，哎主，我主主角，主嘛对呀，主播扮了老师，听音准练歌哎呢，音准啊，对啊，他的那个秘诀就是戴着安全帽练歌，但是个对方的空气感好，那你叫得多空气嘛。有啦，有啦，有打回来，有啦。啊，三哥哦，唔通，还是心爽啦？不打
我也是想已经讨论过诶，一三位朋友，目前迄九十一分的朋友都带麦有没有留下来哈？这个我们要请叶老师公布了，好，叶老师，请公布来。对，哦，好。好，我知道，现在你要多讲什么都没用，对，多讲什么都没有用啊。三位比赛当中呢，那班比赛我们就是大家讨论了以后，觉得还有发展潜力，希望能够下次继续努力啊。再看到他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番成就的这一位呢，就是淘汰的是杨宇坤、杨宇坤，嘿，什么？不，我们下次希望他能够再来这样，嘿。那希望你来的时候呢，我还在这里当评审的。今天最好笑的一句话，所以叶老师保重啊，保重。那长官，拍摄哦，不好意思。莫呀，对啊，对啊，反正一路走到现在，真的也很不容易。真的，对对，其实要我本来就很希望最后留下来就是年轻的朋友。嗯，你也不老啊，你也年轻啊，对啊，我有一点年纪，中年呢。比起静媛姐，对啊，静媛姐是因为她真的很会唱。我说实在话，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听到她歌声，我真的觉得哇，他们真的很厉害。对，那那其他的目前都是年轻的朋友，那我真的觉得其实年轻朋友留下来其实会让大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那重点其实我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不管怎样，我进来参加比赛最重要告诉大家是这个舞台是大家的。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子的角色，我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每一次我们在地方选秀会的时候都会看到，你知道我心里有个期待，是我们可以每一场都有个上百人、上千人来参加。我也希望。如果有机会，那个我会主持很久。我在这边要谢谢玉坤啦，因为玉坤对于客家，因为他给正经没哈嘎你，给对哈嘎，给对哈嘎正经都捏情，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认识他非常非常久了，然后他真的投入了很多他对于客家的热情，我在这边，对对对，就是谢谢你这集都的表现，我觉得你只是今天一点点失常，你真的就是你，我知道你还是会继续唱客家歌，然后继续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很棒的文化，我也希望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就有一点点挫折。不要，我觉得你在这边表现的远胜于你之前做的很多很多，不管是比赛中的状况也好，我觉得你已经做了很好的示范，在这边真的要谢谢你，谢谢玉坤。期待那个玉坤哥下一次再来，好不好？在选秀会看到你。对啊，人生很长嘛，哦，加油！好，感谢派卡西蒙，加油！也恭喜两位过关，谢谢，谢谢两位，好，谢谢，谢谢，谢谢三位朋友，谢谢。我再休息，安子 C。哎呀，传统组今天今年七强了哈，好七强的咯哈，七强的比赛好，好好加油啊哈！来，继续评审先生嘞，你抽下先生。苍永贤先生、罗英先生、车克格先生，有请到楚海先生讲规则。好哩，紧张紧张哦，八强七强。所以呢，今日是人家讲是有这三位本人淘汰。系。要本人淘汰个啥？系嘛啥？唔就唔对。所以你就唔好生乌嘛，系嘛？所以今年因为能够进入了八强，就表示讲条前会线多啲啊，已经有非常好嘅成绩咧。所以今年切对唔好少生乌，行润润咩啊，咬丝啊，我唔记得歌词，行润弯气那条方面都要注意，加油！好，好，谢谢。好，今年就系八七，切啊，八七，八 V 七咧。不要被自己打败了哈。好嘞，加油！好，来，有唱 TV 参赛朋友。你和妹带队三个字。好啦。Yeah.
哎，红毛巾，哈。哎，你好。无想到吼，无想到按顺利就过关了，行到金边去嘞吼。用本讲啊，做着过关也准备嘞咯。过嘛该关，一上礼拜吼，无想讲我按顺利就会过关，行到金边去安尼啦。上礼拜迄个呢，魔王比赛，差一分而已。哎呦，哎呀，吓得半死这样子。没事，现在有顺利啦，嘛个。哎，有上礼拜我们险险。本来讲哦，心情拢紧张，哎呀，脑筋一片空白哦，歌词全部记得，啊紧张了，哎，哎呦，旁边多多一位学员，哎呦，安好啊，同学，哎，鼓励你了，当个大象，哎呀，大象哦，哎呦，真麦黑咩，一吞药拿麦克风忙啊呢，哈，我做法嘅人啊，啲人啊上，我做法嘅伊啲啦，哎呦，嘿啦嘿啦，管得起啊，管得起啦，你安厉害呀，你喊我做法，你敢自发自就唔会紧张诶，鼓励啊哟，鼓励啊，哦，鼓励，心情蒙给，所以上礼拜就伊咪叫几下嘅鼓励，创造好，哦，他已经没有鼓励嘛。有啦，啊有啊，那应该冇问题。出的声音紧张。对对对，啊，从头用板就是唐先生的功。唐先生，好，厉害，嘿，邱海先生，来，我们记哈，哎，都是讲研究米创了以后，哈，蛮紧张，免得有收入，哎。你第一句是同发拍来入自强时，你输也没剩个根本跳断，一下你输是刷脱嘞。我相信其他先生要练。你也有同感嘛哈？还有 T G 科比每次一颁奖，照你讲，你上任那个创阿姨，还是本意在建议你雕上来创。科比就每一次啊，让上你上任雕下去了，按下浪掉，好好谈。你讲是科比没有字，以后就雕下来，就他大上。我咧是本在经验，也没讲做唔得，我是讲你上任有得，如果读各种嘅国土，你是上上创，能够发挥你自家本身嘅创国嘅各种嘅实力，哈。还有第三句，书上附贴送送对就加了 T 级强了，属于强段，哈。你还会创嘅时间记得，唔还是熟的。你当年的谈嘅时间的时间，你研究熟的就先大上，所以我本人感觉按样型是一位好研究出来。所以都不用再建议，哈，加油！好，好，啊，来看一下几个分数，来。以后买分数。可是你分咯，有了分数又没问题，嘿，恭喜啊！恭喜啊！谢谢，谢谢，谢谢哈雷，别当错哈。好嘞，啥哈雷呢？吴亦臻带来平板。啊，这具有冠军相的，对，嗯。
大家好，哎，两位主持人好。哎呦，今天那个装扮模样啊，用扮 OL 型哈，主播嘛，哎呦，主播。哦，所以你刚刚那造型师讲，今要穿主播的样的，系咪？系呀。唐公最近练歌的练的形状片会爆出来，系咪？哎呦，风体欠安的啊，样板啊，系啊。咩本身是有心脏的问题啊？哦哟。心脏啊，人心脏样板。跳两板你是救下？哦。你有冇跳到呢？想象不到哈。那个是，哎，那会快。有运动啊，有。可能系遗传的啦。心脏。跟医生讲，一个传导线多一条。你多一条，对，要把它烧掉，电烧，把那一条烧掉。哦，多一条，难怪会跳比较快啊，你系嘛？就是血打到那条血管嘛，啊，它给过唔起啊，过唔起个心脏，心脏就哎加速，像像阿姨跳个储水机嘛，摸打，给储水器，给做更大，胖不多硬大。嘿，真紧啊，这样形容比较清楚了。心脏其实就是这个功能。可是很严重哎，如果没有立即开刀，还是你哦，不是会头昏吗？脚麻吗？头昏脚麻，那注意呢，我有中风的现象，这样子是差不多。没讲建议讲，那那轻度流汗了，可以多。比赛过程当然电伤。所以呀吼，人命无安重要，一个冲比赛脑压大就会较重要啦。无法度啊，爱送神奇西挂急诊啊，跟爱紧闭做的比赛。你为什么要跟傅芳琪那么拼呢？你在拼什么？你在拼命的。哎，观众朋友，就好冲国诶，喵喵嘞，就喜欢呀，在舞台。好冲都我比喵都还要重要。哎呀，医生就该讲，莫我建议我马上开刀，黑眼哦。莫，我那鼻水。他讲脑捏大驴腿鼻水。医生啊，问讲脑捏大驴腿嘛该东西。没啦，因为我的确个状况，做得还可以撑得过去，是不是？对对对，保重保重，心脏这个是我们啊，这个人体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呢。我喵也要是还要冲马桶，对，你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的嘞。好，加油啦！好，这个身体没有破重。好，好，来冲到样板的唐先生的高。唱高中，五十几厘米去冲一个平板哈，几下来讲起来哈。诶，有一朵油点，伊创个也平顺，本来加个上呀，亮度呀又拉，当然佮对也创过来讲，应该迄有相当有经验的人，故所以佮都想办法，有一样来创比好。哦。啊，归下来讲，基本上迄有千多油点，但是俺无讲加油点，还必须。老家个一系列缺点，我建议佮啦吼。第一创三国个一，一创一啊，第一也创国个亲讲个入上司啦。入上司个要表达比较较难的喂，故说也要注意哦哈。前面佮创了个只了是有咩入上司，创了啥呐？怎样诶？将个思维咬一张，也入上司要请注意啦。入上司诶，肯是无办法讲一创，给做走脱咧。一创创了山内沟啊，嘿。不过跪下来讲，无嘛个堕胎问题，加油。好，好，黄先生，无胎问题，就是关键个动作。好，五亿真诶分数。啊哦！厉害耶，先生，你心脏还受得了吗？这个分数可以吗？做对吧？开心，开心哦！不是救护车了哈！我不嘛！哦，郑先生，恭喜哦，保重身体哈！这真的具有冠军相啊！恭喜恭喜！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哈！回到休息。主播哦，莫可以用啊！主播，煮面啊，主播。好了，撒哈喽！王庭法带来三个字，来谈过来。Yeah.
谢谢你啊，你好。哦，那个长沙朋友全部金腰七强哦，这个非常的欢喜啊。对，你主要有打有。突破那个魔王那一关，哇，什么都好。哎呦，魔 Q 用哦。你看，因为我按讲啊，你魔王 PK 赛啊。魔王 PK 赛，看运气啊。看运气啊。代表今年的运气清好。有有。对对对。你魔王哦，哎。属什么？按参赛在比赛，唔要同魔王比嘛，同强下参赛哈朋友强下比咩？嗯。你看魔王出多慢嘢，嘿呀，佮伊出多哇，你讲做出多变较强个，佮都哇，佮都运动个都难个，嘿嘿。有信心的哦，有啥用个？有有有，老婆也很开心。哎呀，不要老婆，目标六强了，有突破了，有突破了哈。好好好，就肯定六强，拼落去啊，好冇？进中进中。好好好，好，感谢。来，唐一下先生的公屏啊，罗英老师，先生好。好，今日翁太哥从了三个字哦，首先爱外先讲就系你从了三个，其实你之前爱感觉拗事一次系你嘅问题哈，不过今日哈你也系事哈，就系当然才先构思感谢你其他地吼，从用半个歌词对你来讲吼，老师会很下清楚，好，所以对你一点来感觉，你老师个问题进步非常个多嘞。好，三下来就系讲到你啊，就系讲建议你做得老三个从头很下好，好，该为所就系你今日贵属歌曲弹起来非常个顺畅，只系讲系。当然，比赛系因为紧张，所以你贵属够久吼，才输每任个时间，好走到了老了原味表态都很下自然，就系你今日可能系以十个人为只进步个空间，比如讲体育机吼，带哟带哟，个念头输个时间莫安冲。好，老去数到下降，喊个千难留埋哟。好，就是按我感觉，同你系做得老去做到喊下自然，喊下降。好，我相信你系你那类表演，听出系你系扑上动态，可能比赛会紧张，所以才比赛先做到了你系完美啊，喊个应该强，喊下自然，我想你对应该比赛。进步改空间系非常改好改，什么呢？什么事情？好，谢谢。好，来来来，看几个分数哈。王英发分数。要分数还是分组对了啊？恭喜，阿志，恭喜恭喜，什么什么？好，来再别当场，阿志这样子，好好。哇，他个分数都很好。来，撒下来呢？林先生带来六三歌。来，躺下来。上台唱歌。
走出了银帆娘郎。林太高好，国会唱都好哈，他都会弘扬了哈。嘿呀，请认真练国会呢。认真啊！对啊，他的那个秘诀就是戴着安全帽练歌。戴安全帽练哦，很特别哈。多半时间是嘛？哦，安全帽，全罩式安全帽，戴点咧。还满意的哈。嗯。你练歌有没有戴安全帽练国会了？嗯。讲超多年了没？全罩式的。做些是的哈。哦。那你戴个？小雅汗就啊，按戴那哈巴子，见小雅见上哦，汗接个有点面具个面罩就啊，那素毛麻的呢，没有，鬼阿戴你变戴的呢，哎呀，没像头摆用按鞋呢，哎呀，头摆做个戴阿的呢，还有几拿的呢，还有是没拿乌棒啊，摸是按戴的呢，哦，做戴的做来练歌呢，哈巴啦，哦，我的嗓音够清楚呢，我有回音，你知道没有？哦，环绕的，难怪你唱得很好呢。但是点点啊，记得个跟社会时代哈巴是跟像歌词啊，哎，对对对，还要注意呢，哎，嘿，我是。上国是上好多年，唔知社会咧。但是个地方个空气咁好，安尼接得到空气嘛？有啦，接得到。你打开了？有啦。啊，三国哦，唔错，还是心爽啦。我打开了。夸张了，莫爱啦，莫夸张，你讲夸张呢？好啦好啦，要冲得嘞吼，唐先生的公平那里吼。好，你讲，请欣赏。好啊，先生哥哈，哎，今日带来一个庐山歌。哎，其实哈，你经过呀，都有啲不同来。从你一开始比赛都有，哎呀，当注意到一个歌诶哈，哎，做得讲进步程度，进步程度哈。虽然讲你本身咧开两年，但是你熬个试验员也算紧张，哈，熬个试验员，你当然遇到熬试验员，往往会多少偏啦，哈。也係人要點啦，就講要你也做嚟親人，要約嘅也做嚟親河，也去同講一下庐山歌嘅唱法，唱人哋行雲流水，自然就好。咪唔是講一隻字一隻字去同你唱到當真，明冇？唔是講上台唱歌，唔是就講緊上台唱歌，係要一個。心莫惊啊！哎呀，个有呐，哎呦，做病药唔会差，但是唔是讲做到动太点，哦，阿娘个也唔是吼。再过来，一个重爱了。其实你并没讲做唔得，因为啊，三国讲人唱出讲人强嘛，讲人有呢也讲人做，但是我建议讲。能够转得较强的话，还比人家庐山歌就亲和，吼。迄个时候继续再变下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啊，一点点的事情啊，好，再加油哈，加油，加油，好好，安子姐，来来看一下人家的分数哈。林先生的分数。他属偏板哦，给粤语韩国应该强，其实非常该好。不过吼，就系下十下咧就系下大嗓嘅位数就系。三个六以后啦，明年过年吼，他会准备一系列的表演，精彩表演去安养院，啊，表演给长辈们看哈，然后练舞哎，跳舞，跳舞啊，跳街舞给老人家看呢，有在地上滚吗？啊，没有啦，还没有。林先生的分数。叫出三分嘞，啊，恭喜恭喜，哎呀，分数也当好哈，应该没问题啦哈，切强，安子些，安子些，好在别当吵，好，安子些，哦，分数他还是以后嘞哈，哎，变落去了哟哈，好嘞，杀下来也蛮用不用带来平板，来，躺下来。
虽然哈，系啊，系啊，健壮哈，健壮啊，哎呀，其实好妹的，很容易会紧张的人，因为那个大场面都看过，大场面，偏偏来到一个闹热大舞台就轻紧张。我们说，因为有个伊个神秘理事长嘛，啊，加个带下个飞檐动作啊，啊，佮表演都好，唔好，啊，加个。这个飞檐我看到啊，我看到说问伊，哎，李师长，哎，你有冇歌词？有冇唔记得咯？哎呦，因为啊，歌词太搞嘿，听唔到呢。我加油，我加油，一定要加油嘿。嗯，该事情同同多啊，冇冇个时间好练过诶。主要冇时间啦，系啦，要做事情同多，要做点评评人生，好要有超飞檐嘿。当然的时间都唔拉用。哎呦，按时按按摩汗啊嘞，哦，但是是高汗的冲到以后啦，一问理事长做理事长对吧？哎，莫忘词哦，是才讲很做的，所以你莫忘记得啦，莫忘，好嘞，莫忘莫问题的。哎呦，请教一下理事长，帮要理事长哈，老师发讲一台风千万，因为你按那身经百战，好那边你都必衰过，所以。对你讲，副腿当然，双副腿对你来讲，我非常轻松一件事情哈。也创个非常的平顺。啊，不过给我感觉是有，比较说在输赢挺大，给你感觉也气不足。还有门前种种赤溜溜，我也感觉你黑家子装饰音的话了。赤溜花一溜啦，你赤溜我，你就他。刚刚吃的吃溜哦一溜啦，你加只钻金，喂下火糖哈，轻按油，你输音断，就不因为你掏钱，你掏钱可是你用气的时间用的挺多，所以后边你输音的时候你就感觉气不足，所以你看运用强弱的时间，你用半天运用要非常重要哈，啊你声带，啊你声带看我。哎呀，要么震动，还个带音、高音，哎，要么软弱，你自家平常时一练啦哈。所以讲，有麦分的时间，你前按有，有麦分，哈，还有捍卫流，你什么叫是每人同你多，不你首先干不了起动量，哈，啊，你的骨，你的骨数创起来，你的韧韧脚非常好。但是我家讲的缺点，嗯，希望你能够改进，更加不好，加油。好，阿志生，来，好，先生，加个分数，来。用半音的分数，按姿势，九十七分。他个分数多啊！哎呦，阿哥哦，哇，难变了，难变了。哎呦，每个人都很有实力哦。好，恭喜恭喜，按姿势，九十七分，没问题了哈。按姿势，回座休息。好嘞，撒下来。怎么赢得来六成功？好嘞，等过来，等过来。用面
三姊妹，新木的啊，新木三姊妹了哈，春节开始的啊，较古时啊，哎呀，较古时，是，姊妹有评论无？无咧，比迄个就无来咧。阿母亲啊，两年孙阿母喊，两年过得那就入会几杯平安了。啊，有讲好诶，系咪？系啦，好，安尼就好，你是他们的骄傲。对呀，好，你亲强能比到一下咧。不简单嘞，其他两位，你莫来嘞，莫，以后嘛还没有来，莫做唔得莫来。一礼拜有歌，再过下礼拜就会来，好，好，期待。希望一礼拜有歌，好，唐先生的公平。唱高龙，总设计创业，落山歌哈，归下来讲，也创到已有感情啦哈，对于个词曲来讲。迄创来算相当好平稳啦哈，不过可能你本身嘅嗓音嘛哈，有较哑的位哈，我建议你咧去听咧逆台位逆师哈，其他中央系上逆嗓师，逆嗓师要注意，你经常来前场哈，就会创到逆台，唔系逆台嘿，哈。一张念诗，哦，阿个转气，哈，你啊有三基全部有，爱乖乖，爱行孝，爱念爱，你啊三只爱诗对你来讲，唱的时间要比较卡，有得卡唔好唱啦，啊，因为三只个爱诗的处理都无，让我听到嘟嘟嘅嗓哦，你得吊起来，按要多少个压压嘅嗓，故说唱嘅爱是唱来无按按好。嗯哼。个那个喊白爱声音吼，你说有钱呢爱乖乖呀吼，吼，那个音吼会较高一些的哦，老个盘奏啊吼，个干路上吼，钱的时间有多少较高哈，喊白爱注意。嗰個可比唱天衣劍唱牙歌嘅時節嘅牙師咧後弦嘛，貼劈重，係咩？拿一個人嘅麥克風嘅時節嘅關係，萬要彈到牙師，彈到人嘅後弦，哦，喉音啊，後音吼，係喉音，嗯，好，嗰度你啊要注意啦哈，其他，係上掌嘅就缺點，哦，去避免提起唱嘅歌就會好啦。加油，好，慈母先生，好，哎，你也签署无方的片面啦，今比创还蛮低啊，技巧哦，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分数，怎么赢的分数？慈母先生，哇！好啦，谢谢师母，谢谢，兄弟哦。好啦，你叫声衣服咧，烦恼嘞，烦恼嘞。系啊，要有信心哈。系哦，来杀了阿 V。哎，管你去带来平板。好嘞，看佮指甲要酸毛哦。没有做法。Oh, no.
位名字非常好，哎，管太哥，哎，你太太也很会唱歌哎。哎呦，你太太也懂会唱哎呀。啊，不会啦，其他边人他不会唱。哦，边人不会唱哦，又莫来咯。盲人。盲啊。盲人。他今年最近都不会比赛过。有啊，啊，特别比赛成绩怎样？前三名。前第一名有六只。啊？第一名六只。一中空又拿到六只第一名的耶。哦。哇，又能比又变还强吗？变还要强啊！哎呦！哎呦！先派他来探路的。所以，他做讲讲，给太太讲是强啊，同时来提比赛的话，给一点名额，如果比奖者，不给太太奖者吧？差。好。哦，安尼好彩哦。几毛来比，先用啊！哎，哎，厂家厂。这个特别要同人的加持，要同人鼓励。嗯嗯，你这个冇提个，这个加持一下了。你不是同咩？哎，这个要游啦，很靠运气啦，运气也有赚啦。哦，运气吼，哦，伊拢做夫妻兵人啊。嗯嘿，但是你那个羽毛，下半年不能水晕，你等于加持以后，这个水晕要照到人个身当中来，系啊，嗯，那有可能。你这家这种力量无啦，系吧？哦，朋友。keep 到是假身体哦，压错啦，有吃到乖乖冇？有。前面受过那种翻到一种错误，哎，冇被骗人假死的哦，哎呀，啊，太现堂可能是骗人哦，讲好了。好，来，英英老师，嗯，刚才刚好，首先我先先来讲，你从平描述平板哦，给原米韩国应该强，其实非常该好，哈，因为贵属堂起来，其实彈得出來，歷史高橋你入到去練習就以後，不過吼就是下十下咧就是下大嗓嘅位數就係，跳前日高嘅時間吼，可能係因為衝強夾咧，吼，所以體質可能上未下台上掉，所以下台上嘅些衝出來吼，佮忍到了鬧樂隊，當場冇合到，不過佢當場如未完全走脱哈，所以你可能就係你之後會去想辦法落去克服佮你嘅萎縮，啊，韓國你佮你嘅。先讲好，就系你特殊树木应该时间应该系，那不能比起来就来到下顺畅，也就系你嘅系嘅啲运用又下好咧，就系你做啲保持到最美那啲树木应该些修天哈，啊用起谈起来，你系原味长真紧系又那啲做酱，好，所以你一天而不易肯听，好，唔过最大上嘅就系你第三件哈。水母量真是充足嘞哈，所以我想这点，最近从到十个好未系冇办法嘅事情，所以多参加其他嘅法团，不管系表演也系比赛哈。我想你嘅台风，让你一开始让你嘅培养强下来，时间比起来，我想你嘅台风今年未做得老几相当嘞，实下来就会克服自家嘅紧张。我想这系你最大嘅功课，好，希望你，谢谢，你咁样紧张。还好吧。啊，做得啦，我按我台北按斤重啦，做得啦，七八斤重。好了，来，可以看两个分数的。赶紧给分数。谢谢。哇，86分。两个太机会，你说这个是。本人他改的有功，功德无量哎。哎呀，盲人张的，盲人在了。太太张的，啊，有十二个名哎，好像强高五厘针。哦，欠水啊，还欠火。好，是梦你了哈。谢谢。最后啊，准备当场，你这哦，要大爽哦。好，来。好嘞，杀嘞。麦小米，带来三个字。来，听我来。有好料一汤
可以。哎呦啊，马上米啊，马上米，马上米啊！你好，你好，你好，哇！哎呀，很有爱心呢，很有爱心呢。对呀，对呀，好伟大。明年过年哦，他会准备一系列的表演，精彩表演去养老院，那么表演院、表演安养院，然后表演给长辈们看哈。对对，当年做戏啊，系啊，哇，已经延续一多年的时间呢。两年的时间啊，哎，那也好啊，对不对？用行动啊，是类似用寒冬送暖的意思，还没？对，围炉，围炉哦，啊，除夕哦，狗年啊，讲狗年，记得有狗年哦。你是麦个团体耶？幸福养生协会，幸福养生协会，新竹县的还是桃园？信奉哎，信奉哎，信中嘛，一家社团，社团哦，社团。那你是担任？就会团员对，啊，你要表演吗？对呀，啊，那表演吗？练舞哎，跳舞，跳舞啊，跳街舞给老人家看呢，嘿，真的，街舞，哎呦，今年的旗袍舞，旗袍舞，街啊，你街舞是怎么跳？有在地上滚吗？啊，没有啦，没有，没有啦，摸来看，不接不团的，不接。他的街舞是古街团料理啊，呢，古街团料理。啊，琵琶舞又要来跳。旗袍舞。哦，旗袍呀，琵琶舞。我想看下琵琶舞。旗袍穿，每个人穿旗袍。嘿，这。哦，那林桂兰可能喜欢哦，他要加入你们的团体哦。那你应该旗袍舞应该唱那个Everybody Bon Jovi。不是。没有。夜上海。哦，夜上海。哦，夜上海。哇，这特别选哦，一定要选脚下讲哎。嘿。哦。嘿。哦。那个什么脚下像张秀清那出租的，叫做做。又特别选狗。那。又特别选狗哦。有啊，先选腿。身高都有。颜值。哦。对啊，佮推表夹佮你沙团你比赛，公演佮吼，吴亦臻吼，吼年恰恰都真宽哦。你啊，其他上去跳下。系啊，看下人，看下人腿，人腿啊，看下。个腿，哦，中唔得，一踢馆就中唔得咧。个腿，哇，哇，他旁边兔子一直围绕着。中的。秋霞老师可以的，英英也可以的。只有女生吗？嗯，不能有男生哈。哦，好特别，可以反串呢。好了，那么就请男生谢启国老师了。谢启国老师反串不知道怎么样。好来，啊，今天你创业的三国字，其实也上一千号，哈，因为也做了亲家，但是。就二公爷是咧缺点了，你出生可能出胸胎，所以你在米孕属于咩时间，多少会虚，多少会磨啦。也一天要注意哦，害怕有你都六强落去，啊七强落去，这个一天要注意哈。爱创个时间虚一样的，你爱收放自如哈，要收放自如。一样的咧，病也个虚慢慢平一平，同创落山高胸呀。前面虚创的都面红，磨啦虚就。哎，都冇做唔得。哎呀，三国是咩重要啊？哎，佮专业部分，伊佮咩嘢做嚟讲，也赚了钱奖，哈，就要弄个个人咩部分，自家当天你用到来，哈，一天拢同佮崇尚伊。比如讲呀，歌词配了一首歌，心莫那个莫斯的时间，那个音，佮本来就系属于咪的音，也佮个人自家就要注意哈，哈。诶，朱光日面软，自家一天来加强，哦，自家用嘅气啊，一样办嚟同自己哈，收发让自家听我记哈，好，加油加油，什么事啊？来，来看粉丝，诶，马秀敏嘅粉丝。哇，什么事啊？哦。哎呀，这个分数就冲着吴宇珍来的。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好，恭喜啊，恭喜啊，谢谢，什么顺利进入七强，谢谢，恭喜恭喜，好，哇，哎，今天有啥淘汰嘞？哎呦，哎呦，今天呢，请我做法个管太哥，哇，安排谁啊？佮一开始一创唔错个时间吼，佮安尼以后冇。
哎呀，阿姊就哇，哎哇，啊，开怀大笑。对呀，哇，要笑又不敢啊，露出牙齿。啊，样个希望个。对呀，比赛做呢哈，运气啦哈，分得起心脏这个做，哎呀，加油啊嘞哈。恭喜有过关的朋友啊哈。哎呀，恭喜哈，继续加油。海准要来哈。海准，好，我是潘雅太太来哈，哎呀。你今日比赛比得了，嗯，嘿，好唱歌的朋友，拜托你也得夹夹来报名，好吗？嘿，报名专线零九六六六七零零六零，还有纯正天发零二二七七七八二三一。好，等一下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谢谢，感谢，谢谢所有辛苦的参赛者，谢谢，谢谢，小康。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辛苦，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哈。啊，你下礼拜哦，他给我们记得了，一定要准时时段呢。老年大擂台，老年中华擂台，拜拜。